1992年的彩电录像机，真是让我大吃一惊啊！看看这是啥？看看这是啥？有知道的吗？1992年的彩电，底下录像机 VHS 格式的。先开机。开机完以后，真是怀旧感十足啊！播放。大家知道为啥会闪吗？我再找一个对称的啊，让它不闪。找来找去还是不行。其实是不闪的啊，看下这大屏。为逝去的90年代点赞。